抗日风台特别来了，中部农民是不甘大意。今早起分林是有无归农民无闲抢收，李进州农是赶紧把这个果树固定。中华是有农民在抢收这个青葱，因为暂时青葱价钱袂歹，农民要赶在风台来进行抢收，来减少损失。农民将一粒一粒无归放落来，今日搬运车赶紧抢收，收着好一下仔。我们拿来农民加派能力，希望赶在风台来进行。一旦修行偌济，算偌济。烦恼哦，规暗拢未困呢哦。有啊有啊，无较紧来再修。嘿，风台来都无啥办啊。烦恼风台造成损失，阁有气动胶囊。马步英差阿讲，伊所将金蕉的果树红红拔掉的，因为金蕉一年修行上济两届，如果强风吹倒，就会无修行。就是风台来啊，啊倒的金蕉有诶就无法度收啊。我来到彰化，有产农表示，近期产量减少，产量介绍阁未歹。嘛，惊出来风台影响，赶紧来抢收。本地一分地，多人本地就靠无啊，一分地若有一栋就足够啦，啊无了十七八平尔。这个采收的时间点，一定要在台风来之前把所有的农产品都采收下来。中华毛果农表示，这两天趁着天气稳定，不管是火龙果、玉米笋等作物，农民拢加派人力来收成，要避免风台雨水将农作物拍歹，造成辛苦付出的心血，恐惊拢会白费。记者向吴林中华综合报道。